位在台大热带植物园附近的竹山镇下坪吊桥，两年前遭六一水灾冲毁，重建工程于今年四月完工。为了加强周边安全，县长林明珍由竹山镇长陈东木、县议员蔡孟娥、吴瑞芳陪同前往会勘，并同意花费112万元进行吊桥旁护堤改善工程，维护民众与游客的安全。县长林明珍由竹山镇长陈东木、议员蔡孟娥、吴瑞芳陪同前往竹山镇下坪吊桥会勘，并听取相关简报。林县长表示，经过会勘之后，发现下坪吊桥旁确实需要施作护岸防护工程，工程款将由县府水利新建以及抢修设备项目中支出，并尽快将经费交由竹山镇公所执行，加强下坪吊桥的整体性与安全性。事故啊，遐久啊吼，也嘛要10、20年啊吼。啊，即摆咱这吊桥做好啊，啊边啊这个吼驳坎吼，咱这也加要起哦，这驳坎无做吼，啊假使也无做大水来吼，可能会把这个地基啊，那桥的这桥墩的地基啊冲蚀吼，还会造成危险性。啊，所以咱啊今日镇长吼、议员，啊个咱的代表大家真关心吼，啊像遐这无紧做嘛袂使吼，啊所以县长啊。啊，准备倾哦，120万啊，啊，要予咱公所来做吼，这个东北坎甲做好吼，保护咱这个下边下坪里的吊桥甲做甲保护好吼。啊，所以这咱会就近吼，甲这个经费拨咱公所来执行。陈镇长表示，周边工程完善之后，吊桥才能够得到完整保护，居民到吊桥旅游或是附近自行车道运动的时候，才能够更加安全。感谢林县长的用心啊！因为吊桥已经完成了，那我们希望说护坡能够啊一并加强保护好，让这整个吊桥更加的一个坚固。这样更加坚固之后呢，那这南北侧的啊一个无障碍设施才能够一并完成，这样才是算说整个吊桥能够得到完整的保护。那居民到这边来做一个啊运动旅游的时候，能够更加的完善，这是非常感谢县长啊亲自来共同体恤啊竹山的一个基础建设。下坪吊桥早期为台电工程人员通行的小型吊桥，重建后长度约46公尺，宽约1公尺，俨然成为地方特色景点之一。常有竹山镇民或是游客前往该处游戏踏青，唯独吊桥旁北岸护堤破损不堪。县府将进行排水改善以及护堤工程约50公尺，并施设无障碍坡道以及护堤连结，完善吊桥周边设施。记者蔡诗琪竹山采访报道。